人都还没露出脸，尖叫声已经四起，蓝营最强母鸡现身桃园。韩国瑜，韩国瑜，韩国瑜！又一阵子左一阵推，韩国瑜从缝隙中赞出大拇指，韩粉又是一阵暴动。 除了手机举高抢卡位，人也是叠得一个比一个还要上层。这个时候，韩国瑜一靠近，大伙儿挤得越凶，一旁架高的人体骨牌连环倒下。这时候的韩国瑜早已分不出东南西北。 热情韩粉挤到头昏眼花，韩国瑜找新鲜空气大口吸，如此疯狂也让他难以招架。短短的100多公尺，我们走了快20分钟，满头大汗。这一段桃园200公尺，害我头发又少了100根。足足200公尺，走了将近20分钟，平均前进1公尺就得花上1分钟。寒流席卷全台，在桃园再次获得认证。记者陈正茂、陈文月，桃园采访报道。